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守节心心的来服侍你。在平安夜布道会当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来服侍你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，向你仰望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祷告的名求。阿门。这个要很细心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对、啊，谢谢。Thank you.